小 S 自出道以来都是以短发造型示人，日前她在 IG 分享自拍照，照片中的她同样顶着一头短发，并配文表示剪了新发型，心情也变好了。她透露剪头发后询问了一位帅气的直男有没有觉得自己哪里不一样，对方只是怀疑着疑惑的语气表示今天变漂亮了吗，完全看不出来哪里有差别。随后她询问了另一位可爱的男同志相同的问题，没想到对方不仅能看出小 S 发型上的变化，还精准地指出哪些细微的变化。对此小 S 忍不住表示还是更爱男同志，逗趣的分享和分析让大家见识到原来直男以及男同志的认知和观察居然有这么大的差别。此外有网友询问小 S 是否会考虑留长发，而他无厘头的回复想要留但又觉得自己像乌龟，甚至调皮的答应网友下次挑战平头，都去发言笑翻众人。